2012年8月4日至8月18日，我们全家老小六人驾车游览了加拿大海洋三省，全程6000多公里，每天的摄像和照片记录了我们的旅游生活，现将8月8日的视频日记上传网上与大家共享。一地的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，365日年年地度过，过一日心一程，夏秋冬，365里路，尽量让它虚度。消失过，只是时光渐去，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，已过了多少365日。